吸那个 smoke 他野外烧烤啊。对，昨天他就洗那个盘盘子，子。踩的那个草，因为有泥巴嘛，一下就踩空了。还好我老公看到了。到哪里？到佛堂啊？佛堂那边，对，那个水还有点深，赤岸。不是在那个什么中县村。上那边有个地方，它那个水质也，但是你不在知道佛现在。堂啊？这么远过来的？没有，我们昨天去那边玩。他到佛堂我住在这附近。远的六十，磐安、浦江。那个我以萧前山不知对，道他有这些，我都是看病前面看看，不知道这里。前天我老公来换药，我站在前面陪我儿子。哦，哎，我看这里面有人在这里揪啊，我今天就带他过来。对了，你这边还治鼻炎是吧？我感觉我鼻有。炎很蛮好的，鼻炎的。你有那台机器就是检查的，到时候我给你看一下。我弟弟也鼻炎，在杭州，到时候他就过来，是，我带他过来看。就是鼻塞。就是鼻塞，但是鼻甲肥大。听说都治不好你那个病。你待会儿空了帮我看一下这个手，我就练瑜伽练的。我这个手这里哦，不，关节是不痛的，就这个肌肉啊，这样抬一下很痛的，好奇怪。上次开车这样抬了一下，韧带拉伤了。韧带拉伤了，也没用啊。等一下，给你拉一下啊。先把那个叫个洗洗没洗，哎，不应接，哎，不给洗洗没洗，他那个腿肿的很厉云丹害。云丹哦，herhalde。Bu düştüm ya。这里面可能有积液。有积液，你们不是有放的吗？你不要放，用这个慢慢让它自己消。这样子啊，对，以前我妈她是直接扎那个扎针针放的。那个放多了不好的，这样子的，对，那个起润滑作用的，哦，润滑剂你。